张小琪，更多人叫我宇宙超级无敌大美女。我叫吴全胜，智商154，电脑超强，但我的人生一点也不顺。他是资工系的吴全胜。你好。他是个怎么样的男生啊？就是我最讨厌的那一种啊，又老又渣又脏又幼稚又白目，十种责任特质他都有。有水啊！你有听过菊湖传说吗？什么是菊湖传说啊？菊湖传说的源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国父。1911年武昌起义前，菊湖湖水离奇消失，造成两位义士摔下湖底。之后两人结成连理，这什么啊？话说，只要男女学生在菊湖干掉了那些相遇，两个人就会永远在一起。你跟吴全顺不是说每天都遇到对方吗？这不就是命运吗？菊湖传说是真的，一切都是注定的。我发现了一个破解的方法，所以相传敲十下钟声就可以破解菊湖传说。我想菊湖传说就是上天给你一个机会去认识一个人。你知道你爸害得有多惨吗？不要怕，走开！你现在发誓，你不准出现在我视线范围10公尺以内。我发誓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地球人都死光，只剩下我跟你，未来可去跟星星同居。谁让你干你什么事的？你都放开！啊！搞什么啊？吓什么？对不起，你跳下来，我接住你。吴全胜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我可以去上厕所吗？都是你啊！现在全校都在看我笑话。那全校我就没有。吴全胜，超崇拜你的啦！